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25号礼拜五的中视新闻，我是李美莹。来看已经真久无传出疫情的百日嗽，伫最近煞是有一个两个月大的红婴仔，因为去予大人传染到，不幸来死亡。即马县内真侪病院是自费来替这平常时常常接受病患医护人员注射百日嗽疫苗，希望讲会当避免这款法定传染病的扩散。注射疫苗保护你我，百日咳奥。在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大厅当中，医护人员纷纷来接受百日嗽的疫苗注射，成为最近一项法定的传染病，传出了死亡的病例。一个两个月大的红婴仔，被传染百日嗽了后死亡。为了要保障病患的安全，将军嘛自费来帮医护人员注疫苗。少子化的时候，小孩子是一个宝贝，尤其是婴儿。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让婴儿到医院来，可以100%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感染。那我们花这个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卫生局长表示，一般的人都有注百日嗽的疫苗，但是有效在10年过了后，就会慢慢来递减。所以，让医护人员注疫苗是上好避免传染的方式。百日咳疫苗的保护效果差不多到10年以后就会减退，所以现在很多大人有打疫苗，可是他会感染到，是因为保护效果减退，他的症状又跟一般真正的百日咳不一样，跟一般的咳嗽其实没办法明显区分，在诊断上没办法那么早诊断出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其他县市有这样的情况，那有发生这样案例，所以我们在今天觉得预防优先呐，所以就是推动我们彰化县里面所有在照顾这些小朋友的，包括妇产科、小儿科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希望医院呢来提供他们百日咳疫苗的接种。来做疫苗的护士表示讲，因为需要每一天照顾红婴仔，虽然讲以早已经有注过疫苗啊，但是为着安全起见，也是爱来预防。因为以前小时候虽然有注射过疫苗啊，但是过了17年了，那可能抗体也消失了。那因为我们临床第一线护理人员都要接触到新生，所以今天再来做这样子的预防接种。目前县内已经有将军、秀团、甲万兴等等的病院开始自费来帮因的医护人员注百日嗽的疫苗。就是希望会使避免这个法定的传染病扩散。中央新闻王汉正中华报道。